真正的殷切甲咱教育，教育咱这颗心爱顾好伊好，心若顾无好，咱口都讲着唔对的话咯。所以讲做口业，咱真容易做口业，因为这是咱的习气，咱的习惯嘛。就是心顾无好，这个习惯呢，都种出这个心门出来。所以咱爱把这个心门爱定啦，关好好啦，才袂讲吼，安尼自己夹阿妈啊，这个唔对的话呢，安尼直直冲出去。这口业都出来啦，心门啊关无好呢，咱的举止动作啊，咱一切，哎呀，举足动作，嘛是拢咱的心啊、脑啊，伫咧甲咱指挥啊，这嘛是拢干那伫这个习惯甲一念心，所以心甲脑呢，咱爱时时啊。照顾好以后，所以咱这个最近呐，咱拢在咧讲救侬啊，念佛陀啊，伊嘛有这高种的烦恼啊。几天啊，就是从佛陀伊家己碰到什么款的困境啊，那伊呢就会因循过去啊，过去心中也阁有留落来的意业未尽，那过去心中呢，拢是伫迄个心口意。安尼无注意的中间去做出来，所以这个业啊、累积啊，安尼连连环环相扣啊，佛都已经成佛啦，伊的意业都也未尽哦，还是呢，在这个人间生活啦，对不对？出家以前就碰到烦恼啊。出家修行的中间，还是同款有烦恼啊，有困难呐、啊。也个有修行已经成佛啦，还是同款呢，也个有烦恼，无中生有的烦恼啊。实在是呢，无中地来的烦恼啊，这呢，佛陀拢一再呢，甲咱。警惕，用伊家己自身呐、啊，过去的言行作作，迄种的错误呢，累积落来，也阁有也未消掉的，连佛都也有咯。何况咱凡夫呢？所以咱若碰到什么代志啦，啊，看开啦，放下啦。卖计较啦，甘愿接受啦，那安尼呢就无代志咯吼。这代志过了，安尼叫做消业。你若唔肯看开，唔肯放下，唔甘愿接受，那这个业呢，就搁再直直顶落去咯。也那是愿啦，愿意接受，那就是消啦。就消掉去啊！人讲哦，该行的都是爱行嘛，唔甘愿行，就真困难咯、哦。还是呢，这个债呀、啊，直直落去。那么点啊，听着讲，我到底是欠你偌济债啦？啊那安尼一直拖未完呐、啊，无唔对，这就是人甲人的中间，所以佛陀呢。在这个救恼中啊，第七那就有，
见道理非不佛，那就是爱佛陀讲啊，一讲往昔啊，就是讲过去啊，无数劫以前有一尊佛出世，名叫做净行如来。那么这位佛出世时同样啊，还是有僧团啊，那在他的僧团中呢，有两位比丘。这两位比丘这个名叫做无性，这位无性比丘啊，他呢真有修行啊，所有的烦恼啊，这个流啊，拢断尽啊。这个流里都只讲是烦恼啊，安怎来叫做流呢？流就是讲好的教育啊，那智慧，那拢定定呢，就是因为烦恼，那拢老掉去。好的藏不住啦，那歹的累积着，所以讲起来，咱的根本烦恼啦，那是一个地咧，无有断啦，无有地啦，那安尼呢？这个烦恼啊，一个是永远存在，就是业啦。那就是因为呢，迄、那个教育啊，咱听了后。去改思考了后，咱无去实际修行，所以文化啦，爱有文思修。听法好听了后，用心去改研究啊，这个法内底的道理是啥物？现在呢，佛学者真侪人拢会安尼去考究。但是呢，一心是有修行无？那无修啦，就是啊，念经念足多，佛法捌足多，但是呢，伊无身体力行，这有文有书，但是欠修。所以咱那无去修啦，碰到什么款的烦恼来，咱一个是环环相扣啊，环环相扣啊，真的实在是无法度好断吼。所以要修行啊，就是爱断流，爱断除呢这个烦恼，唔只是垃圾的、污染的。错误的，这些烦恼，咱爱去给它去除，咱爱搁再定定接受着好的法，才会当头预防讲哦，这些情况啊，唔通搁新的过来，那会当安尼，才当头保持清净呢。为呢，无性必丘啊，人已经呢断六果，所以因为烦恼拢断啦，所以因为伊这么有修行啊，都会当供养无法哦。那亲像阿弥呢，伊消欲地障啊，所以啊，伊无有感觉到讲我不足的所在。伊感觉伊足满足啊，所受到的供养啊，伊感觉伊足满足啦。另外一个名呢，叫做上欢，这位上欢比丘啊，他呢就是结束未定，伊还有真济烦恼的家己咧，所以。
伊阿个无法度通治掉，就亲像拄则讲，同款是伫即阵佛座下修行，一个是心拢已经真干净啦，但是另外一个有听法、有思考，但是呢，无法度呢去身体力行啊，去启迪伊内心人事物啊，即个烦恼，伊无法度通去。所以叫做结束未定，吼，也阁有真济结啦，心也阁调诶。所以强用未薄，啊，不管安怎人家强用呢，其实都是同款的强用，不过伊感觉无够，伊还是呢感觉太薄啦，太少啦。佛的僧团来到这个婆罗南城的时，这中间有一位护法，啊，他呢是大爱中家父，家庭真好，生活真会过，啊，真信仰佛法，他呢就是真爱供养佛，伊的名呢叫做显凡。那么在这中间，那位上欢比丘啊，看到这位显凡，伊伫咧供养，其实僧团内底的供养拢总是平等，不过呢，就是这位上欢呐，这位比丘，一直都有一个嫉妒，嫉妒讲哦，伊迄个供养呢。对迄位无性比丘是特别好，因为无性比丘啊，伊的修行庄严相啊，他真正伊安尼遐尼正有修行，真自然呐、啊。任何一个佛教徒看到都会起欢喜心啊。何况讲伫咧供养的时呢，当然啦、啊，就有这份的礼敬的心态。但是呢，这位上欢比丘啊，伊一直呢就是真嫉妒，所以啊，他就起了一种不正念，他就诽谤啊，他就讲啊，讲显凡呐，伫咧供养呢，啊，无按照道法来。意思就是讲，伊无平等心啦、啊，所以甲这位无性应该是有业，所以呢，安尼伫咧解团呐，安尼伫咧解诽谤，伊的尊重恭敬啊，伊呢解解说定呢，一份偏爱，迄种的心态，所以这就是啊。去当尊，对啊，无数劫以前啊，有阿弥的一尊佛，阿弥的僧团，伫阿弥的人间里中间，有这两位真正的特别，一个足有修行，一个呢是习气无敌，阿弥的修行者，所以受了人的供养的时阵呢。就其中一位上欢起到迄种嫉妒，嫉妒心啊起来呢，讲的话啦，都拢偏差啦，无中生有啊，啊变成了一种呢，诽谤别人，传出遐是非，真呢就是得过去。所以佛陀讲啊，大家人知影无？讲过去这段的故事啊，虽然你现在是这呢这遥远的时，但是恁爱知影，迄当阵呢，迄位上欢呐、啊，就是我现在啦。那迄位显凡，迄位供养者，那就是现在啦。见多利，所以见多利呢？他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阵啊，
会幸福了后呢，他就是来恢复。所以啊，不多讲，过去我吼、就是有诽谤过了无性伊这位张家富呢，安尼有染啦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啦所得到一步啊，这是一个占卜吼，占卜就是讲一个也未完的消灭啦，哦，这里、个。在这当中呢，我还是同款啊，得报呢就爱受啊，所以这是一种的苦报。当着这个查某囡仔，定定来困扰这个情团啊，到处呢都去散布是非哦。这虽然我现在得福啦，还是同款的有安尼。所以伊讲，现在这位真道理呢，是安怎来困扰僧团呢？他就讲啊，我现在特别那是伫咧讲经的时啊，有偌多教的人来听法，或者是为我的比丘伫咧讲话，或者是呢为王神伫咧说法的时，定定呢。就和这位多识动怒，这现在这动怒啊，是叫做见怒。那阿呢呢，定定呢，都来争团呐，该吵闹。两面都讲，多一位出家人对伊安怎？两面都讲哇，定定呢，都用这种呢是非啊，莫属一位是非来污乱。无乱的僧团也不清净，这呢就是佛陀呢，在这世人的困扰啦。看看佛陀的僧团不在世啦，难免啦，僧团中呢也有六根比丘嘛。有的呢，这你正做的僧团的内底，有的人啊，真正是啊。迄、那个行为啊，就是啊，无检点，定定惹来了佛陀呢，真多的困扰啦。同时呢，阁有这个查某囡仔，定定呢，都要找麻烦呐，来扰乱，这都是佛陀呢，伊烦恼中之一吼，伫救恼中啦、啊，之。所以我们都要知道说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人事物中，我们的内心呢一定要持善，善法一定要持啊。佛陀不是这样说，诸恶莫作啊，众善奉行啊，善呢哪怕是一点点啊，咱一定呢，爱赶紧看到，都赶紧做啦。所以，这是表示咱的内心的善良。你看到好的代志，你唔去做；看到人伫咧受苦难，你唔肯去扶伊，唔肯去帮助伊。干阿讲，我有爱心吗？有啊，我只是干阿无去参加做这项代志呢，对啊。那安尼。甘是呢，所以咱应该就爱持善，但是咱来做了后呢，咱无所求。主祭人甘唔都是安尼呢？付出无所求啊，啊唔止无所求哦，佮讲感恩哦，吼、哦！你看，这种无所求是咱的本分呐、啊，咱修行者的本分。恩哦，这就是个结一分的好缘。那先做啦，好的缘个结啦，所以心无挂碍，真清净。所以这叫做起先清净法哦。那维持自满足，咱有做到，咱就真满足啊啦。
好的代志，咱做有对吼，咱足满足的。不管呢，什么款的代志，咱呢，拢总是爱用满足的心。你看那位无性得到敬仰，得到人尊敬。你看那位上凡啊，他就是心未满足，家己无持善法，心阁无满足。你看，所以呢，他就会去做着这种的考验啦，心呢都会起着这种的烦恼啊。因为心中有烦恼，才会做安尼考验啦，吼。所以咱应该修行，爱自利利他，无有二相，无有你甲我啦，人相我相吼，咱拢无有二相。那咱应该呢，爱有动事行。那会当安尼啦，咱才有法度通协力起来啊，协力起来呢，才有法度救心救世啦。各位，学佛啊，一点心，咱的心比佛救啊，咱还阁会当阁去救别人的心吗？唔过呢，咱一点起心动念啊，这个烦恼啊，咱应该爱去除，无去除烦恼呢，还是习惯啦，会去做出来。虽然修行嘛是同款的起心动念嘛，同款呢嘛是会去散布着是非啊。各位，学佛啊，就是哦，安怎把咱的习气该修正过来吼，把咱的心啊安怎顾会好，烦恼的心门爱关卡密咧啦，安尼呢？才袂讲哦，无张持就去做着危害的代志，哈、啊，这还是心啊，请大家人爱多用心啊。